Hello，贵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隋棠。是，今天呢，隋棠来到现场哦，除了说活动嘉宾之外，那在官网很多的朋友们，大家都很心急，什么时候要正式上线呢？我们要邀请到创办人跟糖糖一起来揭晓，就在今天就可以正式上线，大家就可以快速下单喽。来这边，左手边下方。大家对于我们产品有任何的想要多了解的细节，在前方，在前方，所有的工作同仁也会给大家最详尽的解说。哎，丽丽真的是非常适合现代人的一个沙发，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它购买的方式非常方便，这是第一点。再来就是价格实惠，再来又环保，材质又安全，我觉得它已经集了所有优秀的沙发应该要有的特色，应该要有的条件于一身了。所以当然就是选择艾丽宾。是，我们要再次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贵宾，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。那也希望我们在记者会结束之后，大家可以试坐看看哦。谢谢。